尤尚义，还有我们文心瑜，还有我们的钟雄华、游子荣，以及我们桃园我们的永德社，还有我们的吉腾国际有限公司，我们这期间的所有单位、所有的善男信女，大家一同来赞助我们的花钱，牵成我们的光彩。那现在重头戏也即将慢慢到来，那现在各位看到的，在我们的电子花车有别于我们平常看到的，我们的花车所上方所站的都是我们的真人，都是我们的真人一格，那稍等也会发放我们的糖果以及我们的礼物。那请各位稍等，在进到台内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车辆行驶安全。那稍等，礼物在发放的时候，准备开始发放的时候，我们会跟各位说，所以请大家先不要激动，先让我们真人一格到定位。